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蹦蹦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这是常识。唇部护理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只是给唇部涂润唇膏这么简单，还要做好唇部去皱抗老护理。唇部老化首先表现在唇纹、唇色暗淡、唇周松弛等，如果不及时抢救完，那么双唇就会在你的护理中慢慢老化，唇纹会越来越深。攻略一，每天坚持轻轻按摩去除唇纹，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的指腹捏住上下唇，再慢慢的往横向方向按摩十下，用中指指腹轻轻按住唇部中央，再由中央到嘴角方向按摩，上下唇都各重复按摩八次，两手指腹再一次夹住上下嘴唇，将唇往前轻拉约十次，这样可以有效去除唇纹，防止唇纹加深。攻略二，抓住润唇的最佳时间。润唇也有最佳的时间段，就像面部保养一样，夜间是最佳的护肤时间，在对的时间进行唇部保养，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一般来说，睡觉前是最好的润唇时间，晚上睡觉前涂上润唇产品，让你的唇一整夜都处在滋养状态之下。攻略三，小运动和小按摩紧致唇周肌肤。要经常加强练习唇周的紧实运动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并且要保证每次嘴巴张到最大，重复做10到15次。可以紧实唇部肌肤，防止唇纹的产生。嘴巴保持放松状态，利用拇指的力量来按压嘴角，注意力度不要太大，重点是刺激紧实嘴角两旁的肌肉。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由唇部中央往两侧开始按摩，到嘴角时按压三次，能够有效消除嘴角紧张，达到放松肌肉的效果。润唇膏最基本成分是凡士林和蜡质，不过现在呀，也有不含蜡质的新配方，维生素 A、E 等抗氧化成分以及防晒功能。如果唇部的皮肤比较敏感，最好选择含天然香料和香油成分的润唇膏，这样可以保持唇部不受伤害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感谢关注这是常识，了解更多常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